法官台科大其实今天好像多了两位，昨天没有看到，可能因为最近刚好学校都是一些期末考。李若伟这一次选择切入，再回到弧顶的陈芷茵外线的三分出手之一，是今天才要开始而已。是。不过他昨天其实也有20个篮板球，真的是相当出色。陈芷茵切进来了，身体靠上去一下 ，M1。行，给小球温馨层，掉到陈芷茵的手上，快不进去，擦板得分。陈芷茵。还在找人，这个球转身左手放上去，哇！其实两边在这一节其实打得很积极啊，不论是在进攻或是防守上。哇！但是陈芷茵的这个脚步运用真的是如鱼得水，球权转移。哎，怎么传到陈芷茵的手上了？那就让他轻松的上篮喽。分呐！把两个队友撞在一起，就让台科大这里有还是要给到陈芷茵的手上哦。这一次的上篮有了第五位，那也是第一位能够从板凳得分的球员。陈芷茵的转身跳投还是稳稳的。李世彤再传给陈芷茵，从底线垫一步，再拉出来空间跳投得手，到弧顶李若伟。那外围的出手，陈芷茵拿到了这一颗球，在篮底下没有补进，但是拿到了进攻篮板，再靠着自己的战斗陀螺转上去喽。